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明星赛初体验。然后我现在刚到饭店，我现在要先去三楼报道。Let's go。早安。谢谢。哇，漂亮哎，好热，装备，酷哎，那现在又开箱吗？首先，球员手册，就是一些行程表啊之类的，然后这个鞋子好像是，哇。这个是 Nike 特别给我的，然后明星赛穿，很好看呢，白色，因为我觉得白色鞋子穿起来很好看。皮带，帽子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等我一下，算了。好，袜子，再重头戏又来了，球衣还有一些衣服，头巾，头发昨天去剪，然后有点剪太短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一直他说这样够吗？我说可以再短一点，然后他说剪完，他说这样可以吗？我说再短一点，结果发现好像有点过头。可惜了，主场客场很好看，这次我觉得超好看的。练习衣、裤子，啊，看一下有没有藏什么小秘密，那个惊喜之类的，应该是没有。开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宝弟的装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港小英。安达叶宝弟。我现在要开箱我的，请开箱你的那个装备。好，开始发现在哪？啊你哦，这个是用拉的。我以为是拉的，不是。啊不然呢？这边，这什么？哦，你这个很赞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它是防水。等一下，可以等我 set 一下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神盾关掉。神盾一直叫。好，继续吧，继续。好，对，这样的。注意，哇，这个袜子，这个配色很酷哎。球衣，我们的是不一样。可是不一样。哇，你的比较强。没有，你最强的，你是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洗衣袋。这个洗衣袋感觉可以超大，你看这个可以剪一剪，然后无袖的衬衫。OK， 好，等你剪完，那子试戴，欢迎加盟明星赛。入选的感想？很开心啊，谢谢观众这样这么的支持我，然后这么照顾，然后还这么关心我，非常的感动到我现在站在这里就想哭了，哭一次。不要了，要不要找看看有什么惊喜、小惊喜之类的？我找到了，这个皮带啊。错。我没有看到这个。你的 logo 还有我们的明星队、明星赛的 logo 一起结合，你看多好看！哇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惊喜，不是这个？不是吗？不是。哇，你就是我的惊喜。答对了，不用找，这就是我的惊喜。bug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开箱。谢谢大家。对，你坐我旁边，不要我走边。等我走边个啦。不要怕。Hello， 可以帮我们那个吗 ？Solo 一下吗？不是，就是代位，我们要做怎么做？
很绿上。嗯。哦。老头子。三斗。三斗三斗哦 ，superstar 哦 ，superstar 哦哦哦。Houston，Houston。走麦。好，不对什么？你要干嘛？你要拍这个？这什么？这是那个抬杠的。哦，你现在录了。对。好。你要讲话吗？哇！你们可以来个爱心。我要吃饭喽，明天见。早安，拜拜。加油。好。哎，这个位置，位置在哪里啊？哎，在这里。江城变的哥哥。加州，主动走。是我的位置。哇，好开心哦！坐你旁边。明星赛的两天。这头盔会送我们吗？喂，拿下我的明星赛的球棒，这边还有名次，谢谢老板。墨镜，等一下要戴吗？等一下看一下，等一下有没有太阳啊？换好衣服了，现在要准备出去。对，没有人要跟我讲话。你看台钢的。哦。他今天状况很好哎。不是啊，第四组。哎。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，我就打起来特别晕，不知道是颜色关系还是怎样，我就觉得很坦，对吧？然后练完了，等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就看等一下怎么样。哇哇，对，这是暖身的，这样就143，哇，手臂。
我们是富邦悍将，你又是谁？哎，你 ，You mic'd up， All Star， No mic'd up， All Star， Whoa， Superstar， All Star， Superstar， Superstar， Yo Yo Number One， 慢慢点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哎。哦，没有，面子是第三个，面子是第三个。哎，打完就放好，好，我到了。要第三个哦。手三，你上次手三的是什么时候？手三的有，看不到了。会紧张吗？现在还好，等下手机器好。手三垒那个视角完全不一样，如果有那种强劲的球打来，不知道会接得怎么样。明天继续加油，希望可以再赢。大家明天见。好，开始哦。今天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到场了，赶快把球衣脱过，要去拍照。Maybe a ball. Yeah. Let the song play. Yeah. Yeah, superhero. I want home run. You want home run? Not on me. No.
Huh? No home run for me. No. Come on.现在刚刚练习完，然后换好衣服，现在准备去签名会。Let's go。来，我欢迎你。我都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曾子佑。好，谢谢。刚刚有一个人，然后问他旁边的说：“他是谁？”没关系，好好检讨自己。结束了。OK， 交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捕捉画面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没有拍到的，请朋友们准备下载相机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来。虽然我等一下先拍，你可以跟我讲一下需要注意什么？需要注意什么？就是看一下观众有没有很多，对，因为现在有机会跟很多观众，对。然后，因为你打我们都打三次支安打，所以今天应该五支啦，好不好 ？OK 吧？可是不是你蹲嘞？啊，就是不是我蹲哦，那边应该没办法，我都赞助给你安打。这种事你都一直让我们蹲，那我是打不好。骗人，这个也是在骗人。就是认真的，认真的好。就是看一下。像国际赛那种人数，对，那先试一下你十二强比赛可能会遇到的状况，就把对手当成外国人，对，马上进入国际赛的模式。我记得他不认真的，不认真的，就是你就这么猛，还要问我，是不知道。连三支上去了。接下来的对决也有趣喽，对的，阿玛是偷笑了。
开心哦，因为第一次参加，然后我觉得，虽然我一开始觉得可能明星赛玩乐性质比较多，但是其实，在比赛当中，不管投手还是打者还是守备，其实都蛮认真在场上的，就是尽全力表现出来，然后也很开心刚刚看到一些大神拜那些台湾英雄上场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其实我之前真的也都会看职棒，虽然没有那么早啊，有些神拜打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看，对啊，然后能在现场看到那些可能手势啊还是什么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对，然后在中华队里面气氛非常好，希望可以把这个气氛就是带到可能台钢之类的，然后让球队越来越好。因为这次也是有球迷票选的投票，然后我也知道蛮多球迷投给我，我很开心，也很感动，就是你们把票投给我这样，然后我会继续加油，希望以后如果还有投票之类的东西可以继续投给我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实力然后进入中华队，然后再请大家帮我加油，谢谢。